恁是安尼坐啊？啊，飞弟嘛常常暗时啊，拢有真侪节目啊。即马嘛毋知影，搁走去倒位放锁啊？飞弟哦，要转啊，毋转啊，拢随在伊啦。恁食咱嘞。哦。来。来，帮我夹吧。有。哎，像你好食的菜，我可能会食三碗哦。放心，我煮足济，要食几碗哦，拢随在你。阿弟。是啊，我来先问你啥代志？啥代志做你问啊？爸，你外口欠遐侪钱，我害你学字变甲袂喘气的，啊，你敢会怨恨伊？搁较安怎讲哦？伊嘛是咱的爸爸，我哪可能怨恨伊啊？我若真正怨恨伊，早就离开这间厝啊。哈？你袂当离开啦？啊，你若离开，我要安怎啊？免惊啦。我只是有淡薄仔怨叹爸啦。你看，这么多年来，伊给我惹的麻烦有偌多，拢爱我来担呢。有当时啊，我真正感觉足忝。我还想跟你斗三工啊。你把你家己的代志做好就好啊。放心啦，为着你，为着爸，为着咱这个家哦，我一定会继续打拼的。你别烦恼啊。阿姆哥姐啊，我感觉吼，你一直和我甲爸拖掉的，啊，你敢真正无想要结婚？你真正就希望我赶紧嫁出去哈？那是当然的哦，我希望你哦，会使找到你的白马王子，一家人哦，足幸福快乐的。多谢你这么大心，这么关心我。阿姆哥时机还袂到啦，至少哦，我会等你工作较稳定，等你成家立业，娶某生囝。有人来照顾爸的时阵，我才会当去找寻我的幸福啊。所以你若希望我赶紧嫁出去哦，你就要较加油的，知影无？哦，我敢有可能遐尼早就娶某生囝？那无可能。哎，我伫个婚顾公司哦，听过真侪案例哦，参与去即爿忠厚老实的查甫囡仔哦，很受欢迎呢。哎，我食量大，反应慢，看我查甫囡仔会介意我？那会无？大志。你还较有信心诶，你有真侪优点诶。你看，你心肝遮尼好，你只要较有耐心啊，一定真紧就会当等到好诶对象。那真正是安尼啊，好啊啦。当然嘛，真正是安尼。哦，多谢姐鼓励啦。啊，不过我嘛是感觉哦，要查某囡仔哦是足困难诶代志。你看，亲像你诶江医师，条件遐尼好，你嘛是无肯接受伊，我生到一半诶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男女交往哦，还是靠缘分，不是靠比较的。咱不是常常听人讲，身高不是距离，年龄不是问题，体重没有关系。没关系的，给加几瓜。真的没关系？当然没关系啊。安尼啊，你讲看卖，看你到底介意什么款的查某囡仔，你把条件开出来啊，我会当替你出去看卖哦。我感觉陈友你安尼真好啊。陈友我，我是你的菜啊。只要你给我机会，我一定能证明我对你的感情。江超群，我请你较冷静的好不好？你那一头热，我真正害你惊到啊！我足介意嘉欣的，啊，不过嘉欣到今嘛，还袂答应接受我，敢讲嘉欣对我一点感觉都无。
你安尼几啊天拢无转来厝的，你是要跟妈妈客气对无？不是啦，都这两天哦，我病一直大夜班啦，所以我无转去困啦。超群啊，你是妈生的呢？怎么讲我后生的个性，我较未了解是？看你的表情哦，我就知影。你倒是跟妈讲，你是不是去给你给熬？妈，我拜托你哦，你话小情节啦，莫阁讲啊啦。我无讲要哪样嘞？你安尼秘迄病，秘遮尔啊侪工拢唔转来，敢讲你都唔知影我的烦恼心？你敢真是遐尔介意的五小姐哈？妈，你是咧讲啥啦？好啦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嘉欣到即马还未确定讲要接受我，啊，不过哦，这是我家己的代志啦，请你尊重我，莫阁插手啊。好啊，伊有对啊哦，你讲的哦，是人唔知你的哦，唔是我这个做妈妈哦，做到恁两个来往的。超群啊，你嘛较清醒的，你哦这尼啊痴情哦，是无较绝啦，人对你就无意思啊。搁再讲，你是做过一个病院的主任的。你所需要的太太，就伊爱家境真好，会当来甲你斗相共的。啊，若讲五小姐的条件吼，伊是无适合你的。妈，是毋是适合我？我家己心内清楚，你看我家己最主要用的袂？你这个囡仔真想爱着到惨死呢！啊，先讲你又讲袂顺车，你叫是妈妈是用心计较，是为着什么？以你的能力，你早就应该出去外面自己来开业。是妈妈嫌慢，妈妈无法度你资金，所以我才这么拼命，要给你找一个太太，以后你在外面开病院啊。敢讲妈妈这个苦心，你无法度了解外省。妈，我真感谢你替我拍算这么多。我跟你讲啊，婚姻也是在做买卖啊。我不能为了钱去娶一个我无喜欢的人。好啦，我讲较白啦，我甘愿在大病院做小医生，我嘛要娶一个我上喜欢的人啦。超群，若准讲你袂替妈妈想，你袂为你家己的前途设想啊。妈，你听我讲。喂，好，好，我知啊，我来咪过，好。妈，我边还阁有代志啦，你先坐坐。啊，今嘛强强状况安怎？啊，医生是安怎讲的？啊，假使讲若真正需要开刀，安尼就赶紧动手术，唔通搁拖啊。安尼是需要偌济？30万哦。这可是毋是一个小数目？我知影你今嘛不愿意去找王董事长。你做你放心啦，一个方面我才来想办法。啊，这件代志，我嘛拜托仲明来斗相共。好啊啦，你即马先莫遐尼紧张，
无，你就先去病院甲医生谈谈手术的代志。啊，医生安怎讲，你就安怎做。好啦，无就先安尼，看安怎咱再搁联络。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我是要提资料给你。若是有啥问题，你紧讲。到尾到时阵，家己摸唔着，阁无赖我，跟我得闭嘴。啊，上次了这种代志，叫小妹来就好啊。我有需要你做的财务经理，早去做。我是要提醒你，你这个不好意思。你最好是家己搁好好，千万唔通有啥物事甲查。啊，若是大嫂恁后头厝有啥麻烦，主要钱。你嘛千万唔通伫咧世界无医生内面。无唔对，阮家确实是有淡薄仔麻烦，也毋过这甲阮世界无是有啥物关系？我是惊有人因为欠钱，只是走偏去，伫咧公司医生动脚手，甲钱。拢藏袂起家己的垃圾内底，请你注意你即马所讲的话。我变哪有可能会摕公司的钱？大嫂，我啥物时阵讲你摕公司的钱啊？你现紧张是要创啥？啊，不过你若真正安尼做，到时阵恐惊连大哥拢无法度报你，替你把钱的代志爱看。请你不好清楚，你的工课是在财务部，你先把你家己的代志做好势就好。其他我私人的代志唔免你费心。我是在关心大嫂，好心提醒，唔通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安尼我是就替你烦恼的。王经理，多谢你的好意。卡叔讲那是无其他代志。安尼，请你卖当只交流，因为我该准备我要开会的资料。忙这里。到今仔日这家，我嘛袂当无管大嫂，还阁常常的代志。我到底是要安怎处理才好？总啊，你敢知影大嫂因嫂啊，拄则开电话讨钱的？什么意思？我拄则提资料去给大嫂，拄好听到伊在讲电话，听起来伊好亲像是要对你甲提钱，转去给伊头厝。啊，大嫂要逃出，是毋是甚物困难啊？讲甚物囡仔患病要动手术，我毋知影一个囡仔开刀，先怎爱开遐尼侪钱？啊，是偌济啊？讲爱33万。大嫂佫讲，伊会甲大哥参详。我看哦，应该是认为这条钱对咱李家来讲无算啥，所以讲啊真轻松。啊，大嫂伊会拍算啊，伊甲大哥参详，这嘛才正常呢。壮华，你即摆一定要相信我，大嫂一定会利用后头做代志，想康想胖，卖恶你家己。啊，假使大嫂若是为着囡仔，这嘛是应该啊。啊，若毋是哦，这就好。我即摆找大哥，来帮我清楚。你即马去找大哥是要创啥？敢讲你要甲伊讲，大嫂要怨你家己？伊是翁仔某呢，你讲这敢有效？你即马甲伊讲啥？只是让大嫂更加有方便尔。我总嘛先问我清楚啊，事实就是事实啦，敢我去点点无？你莫遐冲动好不好？你冷静落来小想看卖。其实即马大嫂的代志还阁有小事。小事，堪讲，
佫较大代志是嘛？若是为着厝内底好，咱当然袂当无动作。啊，毋过这个时阵，你若是佮佮有东佮有西，就真正无法度啊。你爱有习惯，才有法度保护这个家。所以敢知影，即摆上重要是啥？你要去争取二姐高分对无？对，因为二姐高分，那是拢予大哥买落来，以后名扬都真正是大哥一个人在做主啊。啊，大哥阁向你听大嫂的话，安尼大嫂就会当利用大哥，把所有好康拢学转去家己后头厝啊。其实，白白是恁二家新妇。我是会当体谅大嫂的想法，啊，不过，就算照顾后头厝，嘛有分寸啊。就参像阮妈即摆身体不好，阮爸阁予阮阿姨放啥？照你讲，这时阵我应该阁较用心去照顾伊。啊，不过，就算是安尼，我嘛无参像大嫂安尼，一直甲你提钱，转去予伊啊，敢毋是？我知影做代志吼，有你家己分寸啊。还是我有一个观念，既然我嫁白丽家，就替你家设想。人讲哦，嫁出去的查某囝，若是一直提出来带物件，去予伊红西厝，安就是查某囝惨。啊，不过我看，大嫂才真正是媳妇惨，把所有好康拢提转去家己后头厝。所以你意思是，等待我紧行动，啊，若无等到迄天，就先过完了，对无？嗯。今麦就靠你啊！咱即间厝，会当周董大哥大嫂将安平安的人，就干咱顺利啊！好，高分的代志，我一定去争取的。假使大哥若是要贪污家己，我得叫爸来主持公道。爸，嗯，这是这个月业务报表啦。嗯，你扛的，你辛苦啊。哦，爸，以咱这个月的业绩哦，有个成长5%啊。伊即马市场的竞争，有这款的成绩，甲其他公司比起来，已经会真好啊。哦，我这我知影。做法，你即马表现愈来愈好啊！公司吼，即马我甲在乎你安尼大样子的，我真正是会当愈来愈轻松啊！爸，这是我应该爱做的啦。起来，爸，我有代志。哦，做法，再无你的代志，去无影。哦，爸，那侬先到办公室啊。找你是为着总会股份的代志呀。我知影讲到这哦，你心内会艰苦，要唔过这代志无处理嘛是袂用的。我唔是讲过，啊这代志拢交我你去处理。我知啦，要唔过哦，这关系着阮兄弟股权的分配，我惊我的处理有人会不服。你是大兄，对厝的付出上多，嘛上疼惜人家小弟。我相信你决定，伊应该无意见才对。其实我即摆有一寡想法，想要听爸的意见，才会当做最后的决定。你有啥物想法？讲出来听看卖。总行的股份也是要买落来，迄金额袂少。啊，为着要增加其他的人负担，我想讲哦，我就全部甲买落来，安尼代志较单纯。是啊，安尼真好啊。这嘛是我甲一件代志交予你的原因，
你就直接买落来。我本来是廖总讲，爸的希望我分配给其他兄弟买。你误会我的意思，你想看卖？仲义对明阳根本都无兴趣。啊，仲俊即嘛，目前嘛有这个财力，你哈都好应专心去拍拼伊家己的事业啦。啊，不过仲华对公司的经营嘛真有兴趣啊。有兴趣是一回事，能力是不是够遐是另外一回事。仲华虽然真拍拼，啊，不过伊的耳孔轻，丽丽个现大野心，那是可以占大股份。安尼对中华、甲美洋拢一好代志。我知影，我会去发落，我就叫爸艺术去做。嗯。原来唔那是大哥，连爸，别人一直看袂起我，搞当作是无路用的人。既然是安尼，我绝对袂用安尼，我一定要坚持到底，互因知影，我无遮尼软正。大哥，你哪会在这？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坐啦。是关于你二姐讲的代志啦。啊，我讲过，我会过来跟你讨论啦。哦，啊，这样代志哦，我是怕算买。我有决定要跟二姐结婚咯，都买落来啦。啊，无啦，总华，你莫这样着急啦。啊，这样代志哦，我过来考虑一下。大哥，我知你其他不共款的想法啦。啊，既然这是二姐股份，我应该管理改买落来啦吼。啊，这是当然啦，我嘛不是阻止你买啦，只是我全盘的考虑，希望你会当体谅。你是烦恼我资金无够，啊，你想过大，你放心啦，这部分哦，我家己烦恼，你免替我烦恼。啊，我讲过啊，我吼应该把总会股份买落来，对公司负责。我嘛是对公司负责啊。啊！搁再讲，你即马是总经理啊，有担嘛较重啊，无应该先吃遮尼济股份啊，互家己会压力变遮尼大。先吃遮个股份哦，对我来讲毋是问题啦。对我来讲当然嘛无问题啊。虽然讲我系小弟，啊这个代志，我希望大哥能尊重我的决定啊。总华，啊这样代志哦，恐惊无多照你意思啊。啊！不过，不管最后结果是安怎，拢希望你能体谅我的立场。大哥，这件代志恐惊不是一个人有法度做主。我已经讲出我的意愿啦，到时阵你若是坚持要甲二姐过婚嫁去，我只好要求交回当初。仲华，你敢就一定要甲代志闹到这么大？是大哥无得公平处理这件代志。啊，既然是安尼，我就当事会来评理，让因做出公平决定啊。好啦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，卖甲代志闹到当事会遐去。安尼上好啊。啊，希望大哥讲伊做决定，我当安心，嘛免给爸哥烦恼啊。想袂到仲华对这件代志的态度会这么硬，看起来我若是无顺意的伊，一定会争到底。为着这个家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让仲华甲丽丽用心服靠好才行。江医师干么的？啊，江医师今晚等你看诊。哦，安尼啊，哦，抱歉，我待会好好休息哈，谢谢。
谢江医师挂号的患者阁不加多啊，安尼甲看起哦，应该是七星高医生才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啊，我是吴嘉欣的爸爸啦。好好好，你应该对我有印象才对啊。我来陪，我来见面。请问你今日来陪是？哦，我今日哦是专工来，还是讲我请你吃一个饭咧？那江医师有时间好无？阿伯要请我吃饭哦，唔知讲阿伯想要请我吃饭。哈，阿六为了我三件嘉欣的代志啊。为了嘉欣？是是是。江医师，啊，你是不是安尼拨一下时间哦，换一个面子嘞？啊，阿伯啊，你明天你可以去啦，好啦，安尼哦，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啦，来来来，江医师，请请请，阿伯请，好啦，来来来，慢去慢去。惊死人，伊做拢千外块以上，要抢人个。点哦，伊爱嘉欣爱到要死哦，我凊彩请嘉欣哦，伊拢无意见才对啦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王俊啊，啊你看要吃啥哦，做你点。你这点吼，哎，这种袂歹，这种袂歹，哎，慢客气。听讲，听讲，这吼袂歹食嘞。来出牛肉烩饭喏。好，明年啦，牛肉烩饭吼，我赶快。老师啦，哦，你也太客气了，有影，拢店面都上省的，啊，替阿伯咧省钱咯。阿伯无啦。因为我中昼吼本来都食无济啦。哦，好好好，安尼吼。阿伯啊，你今日请我食饭，唔知你有啥物吩咐？哈，无啦，是讲，头先啦，我也是感觉讲你甲嘉欣哦，两个即个安尼感情敢若袂歹吼，是不是两个在交往嘛？啊，老实甲阿伯讲。阿伯啊，我老实讲啦。我是真喜欢嘉欣啦，啊，不过目前为止哦，伊还袂接受我啦。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我应该等。哦，哎，是安尼啦，嘉欣无接受哦，迄是为了考中第一啦，迄并不是讲哦，伊无喜欢你呢。那这点哦，我应该保证。你哦，不要放弃，有点。哎，阿伯啊，你讲嘉欣有考中，到底是什么考中？哎呀，是安尼啦。阿伯是甲你哦当作讲家己的人啦，啊讲起来哦，阿唔惊你笑啦。啊，即摆哦，阮厝的哦是家人哦，拢全靠嘉兴一个人在饲啦。一个查某囡仔哦，这年这年当，实在不简单啦。啊，就是安尼，啊艰苦着伊啦。啊，总讲一句哦，是我这個做老爸哦拖累着啦。哎，当当时哦，当咧炒股票时阵哦，啊股票当好哦。我是应该是趁家啦，哈，啊，迄阵哦，我生活嘛正清闲咧，挂路咧啊，规面如画咧，食饭、食餐厅拢食迄款高级的，唔是咧臭蛋。啊了哦，股票白痴哦，吼，断头都到底哦，规个过火拢行去。啊，所以哦，今麦唔只安尼负债一大堆，啊，咱讲正经的啦，有悔啊啦，今麦要阁翻哦，我看真困难。啊，你嘛知影，啊，车新的小弟哦，头路阁无稳定啦，啊，即马规间哦，厝内面哦，负债拢全车新在担，所以哦，伊哦有够艰苦的啦。不好意思，送餐哦。啊。啊，来来来。阿伯啊，你无讲我唔知啊，原来车新这么辛苦。就是安尼嘛，你甲想看卖啦。伊一个人吼，安尼要做三个人的工课啦，
啊，就要照顾老爸，照顾因小弟。啊，然后下班了吼，暗时就搁去打工呢。有当时啊吼啦，啊，搁有时间吼，伊就搁去恁病院去做什么药啊、试验品，去做迄个白老鼠啦，啊，赚迄个性命钱啦。唉，你甲想看卖，伊都无时间啊，哪有迄个用工通往去甲人咧谈爱情啦？原来是这个原因，所以嘉欣才唔敢交男朋友啊。就是安尼嘛，这就是嘉欣吼，伊的委屈甲伊的苦衷啦。啊，我这做老爸人哦，总嘛是希望讲嘉欣哦有一个好的归宿。所以讲，我嘛袂用讲目睭金金看嘉欣讲为我这个家庭哦来牺牲了伊的幸福，是不是呢？嗯。阿弟，阿伯，你的意思是？哎，老兄啊，阿伯跟你讲一个我厝内面的代志哦，我也唔惊闹鬼啊。我也是为了跟你讲，我看得出你是真心的爱阮家欣，所以讲哦，为了阮家欣的幸福，阿伯要拜托你啊，千万千万唔通放弃。你就要亲像干哪吼，连梯安尼，亲像个树林菇安尼，甲割掉嘞。我相信哦，那有一天哦，阮家欣哦一定会受你的感动，啊！阿伯，多谢你的支持。不过阿伯啊，感情这款代志哦是无法度勉强的，嘛是要尊重家欣的选择。这点哦，你做你放心啦。查某囝我生的，我也算不知阮家欣的个性。阮家欣哦，你唔通看伊讲安尼哦。外表安尼，吼，足厉害，啊，赤白白安尼呢。其实哦，心肝内足软心的啦。你若有耐心，继续，又甲吹落去，我相信哦，你一定是为了可能啦。哎，起码哦，就是较麻烦啦，是讲哦，阿伯啊，到底啥麻烦？你敢明坦白讲？我就有讲过啦，嘉欣哦，唔敢跟人谈恋爱哦，这就是经济上哦有真大这压力伫个，你干呐？我这做老爸哦，讲正经的啦，我嘛是想讲要甲分担淡薄啊，甲斗三工一下吼。你也知影，我做伙啊，伊要斗三工，我都无能力啊啦。阿伯啊，不要紧啦，你做你讲，无你讲，我已经斗三工。哎，我看嘛唔系啦。在厝内面的代志哦，我若讲哦，唔多嘉欣也知影，会怪我啦。阿伯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甲嘉欣讲。安尼好，阿妹，对这投资你有兴趣哦？投资哦，嗯，哦，阿伯啊，投资我是外行啦。嗨，外行咧无要紧，外行我内行，你问我就好啊，你咧。啊，当当时我当咧炒股票咧，其实都唔是咧炒单啊！我咧讲，我呐吼买多一支哦，多一支就去啦。人讲赚到会惊死人，你唔知影？当时哦咧当钱哦，真好势哩。啊，起码哦有消息哦，有内线哦，要讲撒钱嘛，撒拢无啦。那是讲，起码那是讲哦，你肯跟我安尼合作投资，我保证哦稳赚。啊，到时若讲赚钱哦，嘉欣就免来辛苦啊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回我，好，小姐，这支那家哦，吓歹去哦，你赔袂起呢，你偌贵呢？你开玩笑哩啊？啊，哦，喂，爸。喂，爸。喂。我拄仔讲啊，拄仔。伊连我无说你去饲着，还是加上讲伊讲我真欢喜啊。拄仔讲我投资啊，阿伯，你讲你是炒股票专家。嗯，阿达达，共同投资哦，你会当有那些消息，会当趁钱，
啊，那环境老改善了，嘉欣就变得辛苦啊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来了解就好啦。这个声音刚是要借些医生的声音呢。阿兄阿伯啊，你望我摕偌侪钱出来投资？我想安尼啦，不然暂时哦，先安尼，50万哦，50万你唔知惊着未？啊，你唔知去当我的家兴家业一面阿未？我看我哪谈着，先甲讲20万。阿不安尼啦。问题啦，咱吃饱吼，我就去银行汇钱给你。哦，赞赞赞赞赞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我你讲，这样交我保证哦，稳赚钱的啦，到时哦，你干那哦，他妈单算钱也对哇，哦，好来来来，吃饭吃饭，阿伯菜，好来来来，杨杨杨杨杨，麦克，好，来，大港借钱。小姐，买单。嗯，来来来，我来过来。阿伯，阿伯，你别客气。我来不请你个，你来。吃不简单，跟你斗阵吃饭哦，我请。好，你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我来。来。嗯，姐。啊，较早前要出钱，我就应该点较贵个啊，你。哦，这是嘉兴小弟哦，你细声工厂咧吃头路啦。哦，啊！你闹时间啦，再介绍一个朋友去捧场者。是讲哦，脚手较紧嘞。啊，无最近哦，我介绍一个大商界食材哦，我看免偌久哦，就去啊正正港啊做大商啊啦。啊，好，我知，一定个。好好，哎，对啦，我你讲一句嘛。打你嘛拜托嘞，今麦到6点外，你就咧卡伊啊。嗯，阿三在站的哦。拢无睏，规暝拢要带滴滴啦，啊，困到八点，唔较紧嘛哈。达，你食好未？我紧个啦，我等下还佫消毒奶瓶，还佫替弟弟洗衫呢，根本就无得照时间食饭。好啦。你哪话？你即摆规身躯拢是细菌呢，免抱滴滴啦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你伫外口转来啊，啊先去洗手面、甲换衫，才免抱滴滴啊，那我记袂掉。好啦，我拄则有洗过手面啦，我来换衫。我紧呢。秀秀，你呀，来，弟弟我抱，你去食饭。妈，你刚食饱？嗯，我食饱，来。妈，我看是免啦啦，等下吼，我甲阿达小替换就好啊。无你等下还圈出来，还佫陪爸去散步呢，我无想要增加你负担啦。天啊，我来就好啦。哎，我看你毋是办法呢，啊是啊。啊，你自从生弟弟了，我呢，恁两个哦，食无先食，困也无先困。啊！你即摆做回来，阿德拉佫上班呢。我看弟弟有我带好啦，恁两个哦，唔当当休困，无咱袂堪的啦。哦，对啦，啊嘛，到这讲，我咧加较轻松的。也毋过，就亲像妈顶摆讲的啊，啊弟弟还那细汉着，啊上需要就是妈妈陪伴。嗯，啊，即摆你拢住伫厝内面，你随时嘛看会着弟弟。我来讲啦，查某人若是生囡仔吼，越来好发作。迄个啦，做无好生，你就歹去，你知哦。虽然我最想要家己带弟弟的，但不过我嘛最想要好好睏一下啊。嗯，为了我的睡眠品质哦，看来我只好把弟弟给妈带。
安怎啦？我要来倒带囝仔，你着搁想较久哦。无啦妈，啊你要帮我倒带弟弟，我当然足欢喜的啊。啊不过吼，妈，我有一寡原则吼，我想要甲你沟通一下。我是弟弟的阿妈呢，我带我家弟的孙，我当然嘛知讲安怎孝伊，安怎对待伊上好。我都不是你外口请来妈哥，得搁沟通。妈，我就是惊你安尼啦，安尼是家弟弟上歹呢。那拜托的，弟弟都还没满月，是安怎上歹呢？啊，无你甲我教，你较好带。是，妈带囡仔就有经验的啦，你放心啦。虽然讲哦，我无啥物带囡仔经验啊。也唔过吼，我看真侪育儿宝典呢，啊，册面顶拢有写啊，免因为吼弟弟才拄出世啊，就当作伊啥物拢唔捌啦。啊，是要培养吼伊独立的个性，甲正确的观念，爱在趁钱嘛。袂用啊，有俩阵讲哦，伊若是一靠，就啥物代志拢爱顺伊的。真呀？迄专家是外国？啊，我听到吼，因家己毋捌结过无囡仔的啦，较侪原则，讲了我批判一个啦。我即马讲的原则哦，你拢爱照做哦。第一，爸爸吼，若是哭吼，你绝对袂应该随波哦。你哦爱甲讲道理啊，那无你会变成依赖性跟任性啊，而且抱惯性你都害啊。第二啊，弟弟是查甫囡仔啊，你爱家己困，伊才会学习独立啊。啊第三啊，伊困的时阵哦，你爱趴去困，安尼吼，伊的面型才会水啊。那无。那是趁穿阿达的面，安尼拉肉饼嘞，可能叫伊大番薯。是，我上次人讲大番薯，你搁一直讲。我不管啦，非得这么注意都保唔着啊！哈。请问赵太太哈，啊，你除了讲话这三个原则以外，唔知你有啥物指教哈？对啦，妈，你顶下有甲讲过啊，迄囡仔哭声啊，迄菜面顶冇讲呢。会用为囡仔哭的声音啊，佮有迄啥长短啦，去判断囡仔哭声是啥物意思啊？还佮有啊，迄囡仔哦，还佮有无？还佮有啥？真哦，你第一遍做妈妈，我感觉你上紧张呢。妈，那你讲的，头一个哦，照书养，啊，第二个哦，照猪养。也毋过我即世人，都可能敢弟弟这个囡仔尔。我当然嘛希望讲吼，伊能伫上好的环境中长大。弟弟是我的宝贝孙子呢，我当然嘛知影讲安怎对伊上好。我饲过三个呢，立信、阿达拉、佳佳，拢我一手带大汉的。哦，我得搁人教我安怎带，安怎是，够操烦啦。也不过迄册面顶啊，拢。我跟你讲啦，册写无一定是对啦，经验较重要啦。哎呀，反正我不管啦，妈，你若是要帮我倒带弟弟吼，你一定要听我的啊。那无吼，弟弟若是参上阿达呢，是要安怎啦？妈，你以前吼一定是无好好带阿达啦，你即摆才会变成安尼啊。是，我是要安怎啊？我安尼嘛袂歹啊。对啦对啦，是啊，阮阿达啦吼本来就袂歹啊。要讲头路啊，吼，伊即马嘛有成就啊，人古伊阁老实，这吼拢过是恁妈妈吼一手牵加出来啊。啊，你若要讲到烟头哦，立信嘛袂歹啊，人吼生做一表人才，啊嘛足有出头的，所以吼囡仔吼若交到恁妈妈带吼，绝对妥当的啦。听到无？恁爸讲的吼一点也都无唔对啦。对啊对啊，啊该学了该袂操持啦。我讲嘛真实嘞啦。乖乖哦吼，乖啊困哦，一年大一寸啊，乖乖，哦乖。弟弟困啊？弟弟困啊，弟弟困啊。哦。阿达拉人啊，我嘛里面困。是伊去困啊？系啊。我想讲哦，伊拍个重要咱房间哦，偷看讲我有照伊方法找弟弟无啦。是伊哦，伊算头一摆哦做妈妈，免不了伊还较紧张啦。伊的心情我当然嘛了解，也毋过咱做阿公阿妈的心情，因这少年敢有了解？你讲
搁咧想啥晓啦？你看啦，咱家哦，总共有三个孙啦，啊，大汉孙常常甲咱无缘啦，莫讲抱啦，看到无看到啦，啊，妹妹咧，你先甲撮出去，啊，撮甲远远啦，还阁无讲，我嘛甲剩这弟弟糖啊、小糖啊咱尔。伊讲啥？伊看猪，专家讲哦，咱袂使烧，袂使冷，你看到汗无啦？啊，你也算唔知伊心肝咧想啥，伊惊哦，咱家囡仔伤怕伊啦。我哪有可能讲我咧抱，啊，着心怕呀，对无？我笑抱弟弟，我心内拢想妹妹呢，啊！才细汉，你先着把我带出国去，你先一个查甫人，敢真是我着带囡仔？我嘛唔知讲伊爸仔囝吼，伫国外过得好唔好啊？我当然麻烦了。哦，小小莫哭，我阿妈是哦，乖乖乖，哦。唔晓得人母因的想法甲顾虑啦，啊，咱两个老的，咱就安尼负责家囡仔安尼顾好多啊，哈。你也莫想遐多啊，困来困。哦，你唱歌哦，你搁会唱歌哦，安尼啊。大志，哎，啊，阮姐也无伫个呢，无伫哦。你敢知伊去倒？伊阵时间哦，拢在便利商店打工啊，无闲才转来。嘉欣伊连便利商店都去打工，看起来伊真正是足需要钱的。是讲你要去阮家坐坐，等阮姐也转来。袂啦，多谢你啦，大志啊，你敢知恁姐啊打工的便利商店伫倒？哦，知啊知，你为只哦直直行去，啊，第一路口哦正远。伊拄好找厝较近的啦，干嘛较好照顾厝内？嘉欣处处对厝内人设想，实在足甘心的。伊真正是一个足好的查某囡仔。大志啊，多谢你啦，我来找你姐姐。好好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嘉欣是个无简单，家己一个人真辛苦，所有家庭的负担拢伊一个人在担。不过伊在别人面头前，永远是满面笑容，唔捌把负担还是烦恼带予别人。伊实在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。找你，不过你请假，我听护士讲你是因为胃疼。无啥物啊，骨镜头啊。所以你得要更加注意。我听人讲，有胃病的人吼，得刚食饭饱，食一个苹果，安尼当保护胃较袂疼。所以我们才想讲买一个苹果来给你。敢讲是嘉欣甲赵太太有遮尔侪共款的所在，所以我才会。家，你这里大志，刚工就在家打工。
这时阵哦，我想你应该腹肚枵啊，所以我送小雅来你家。小雅来呢？不过我就是收落来，伊敢会误会我要接受伊的感情啊？江心啊，你在想啥？啊，无啊，我哪里想啥？你是不是在想讲？ 我是利用送宵夜的机会来逼你给我一个答案。敢是？不是啦，我来这哦，就等顺利啦。我是想讲哦，你一定真忝啊，真枵啊，来给你送一个宵夜，我别的意思啦。等你宵夜吃煞，我就等你啊。真正是安尼哦？是啊，我这个人一向是讲话算话啊，你袂记啊？ 是啊，唔通啦，你是大医生啦，你感情遐尼贵啦，来啦！你去边啊？我来就好啦。袂用个啦，你莫安尼啦，我是查甫人啦，较有气力，我赶紧等伊休困啦。我来，莫客气啦，我来就好。莫啦，我来啦。哎，你莫甲我抢好不？我来啦。好啦，既然这么坚持。 平良心讲，江医师这个人确实是袂歹。哎，弟，你是乖宝宝，别安尼哦。你家吼先伫遮好好耍，好。 弟弟，你较冷静诶，你免搁哭，嗯，免搁哭，你若搁哭吼，妈妈嘛是袂甲你抱起来哦。哎，啊，毋是啥物拢用哭着你啊，听着无？哭闹。咦，哭啊！哎呦，囡仔较细汉，那是咧讲较侪话创啊，哭个咱毋敢抱，哭我一边去。 哎呦，笑笑笑，阿妈笑嘞，哎呦！妈，你莫甲抱啦，你甲放落来啦。哼，你即马哭哭，要恁你就害。你毋通一直哭，你就甲抱起。我听你咧乌白讲嘞，你莫一工看有诶无诶煮啦，啊？我较早无看煮面食，囝带我好势好势。听你咧，哎呦笑，毋甘毋甘，我来乖，出。啊，你即马意思就是讲吼，你无要尊重我带恁来方法咯。
我哪有啦？我是甲传囡仔经常讲互你听啦。我来，阿妈，我来，哎，喂，妈，阿你笑啥呐？啊？无啦，那那。喂，来，我讲好。喂，你明明就是笑你爽啊！我问你，你昨暝是安怎让弟弟睏的？你是不是一直甲抱的？啊，唔管哪暝要安怎，我靠规暝哦，你妈！喂，你妈呢？昨晚为着弟弟安尼抱伊抱规暗睏，啊，睏到家己拢总无睏嘛，足辛苦的呢。吼。妈，我真正让你打败呢，我不是一直给你交代，就算讲哦，爸爸一直哭，你嘛袂使甲抱啊。啊，你无让爸爸甲你睏，你搁还抱几暝你睏哦。哎，拜托的啦，我感觉讲哦，弟弟哦，昨敢有惊到啦？迄睏的时阵，哦啦，阿妈，哎，笑，迄睏的时阵，遐，睏也袂露面啊啦。我甲阿咧睏哦，睏得偌好势，迄什么唔对啦？哎呦，笑，哎呦，哦。大家来抱伊睏，伊真好睏对无？安尼以后吼，伊搁较大汉的时阵，你敢抱伊啊？而且哦，我未来若是做完吼，娃娃家己出来的时阵，我嘛要跟你同款，大家抱伊睏哦。安尼，老细人是我。我听你咧讲的啦，以前细汉才安尼摇啦，到大汉都好啊啦。想我这要创啊啦？我听你讲嘞，弟弟即摆才三公斤关嘞。啊，等下伊以后若是十公斤的，我嘛是同款安尼，逐天抱咧睏的。伊若是惯习了吼，我若无甲抱，伊就唔睏。心怡啊，啊，你若安尼干嘛讲话啦？我内底拢听到啊。你有听到上好啦，你看妈啦，拢无照我甲讲的原则哦，伫带弟弟啊。是啊，代志都无遐尼严重，你莫干嘛烦这个啦。啊，囡仔细汉的时阵哦，抱咧睏的，嘛较有安全感啊。妈安尼做嘛无唔对哦。对啊，妈讲也无唔对啦。啊，有今仔开始吼，你逐暗都要摸十公斤的物件咧睏啊，你试看卖啊。我，啊得啦，啊明仔上班你去上班啦。啊，这样我心里哦，跟你妈去沟通得啊，无你代志去上班。我先上班啦。心怡啊。妈甲这经验我你听好不好？囡仔吼咧大足紧的，你即摆会当较少，会当较等的，你得爱把握迄种情景啦。等伊若大汉离卡手，人无爱插你，无咧抱啦，你到时唔通怨叹哦。这袂咧，人育儿专家讲的拢是有科学根据的。什么根据？我听你咧讲的啦，做事人较自觉的啦，对不？共生都共请啦，唔好嫌烦嫌忝啦，就感觉咧看遐有诶。啊，讲笑了，笑笑，哎呦啦，有了，啊，讲笑了，嘿嘿。姐姐，啊你。有想要吃的，你想要吃迄馄饨汤面无？我下班了，给你买顿好无？我知影啦，你是为着药汤的代志搁咧生气，无爱跟我讲话对不对？我拜托你啦，我求你啦，你马上体谅一下我的心情好无？我去上班。志明今麦叫你够腰疼，胃腰疼失常，我讲什么伊拢听袂入鼻。我哪敢唔插哦？代志愈拖愈袂收煞，我是不是应该去甲爸讲这件代志？佳佳，那李姐，志明去上班啊。哦，来来，也来姐。佳佳，
前几天我甲你提起讲，甲志明有啊兄借物的代志，我含志明参详过。我紧找你讲，找的敢那我一个人。爸，其实我无甲志明讲，你要替阮兄借物的代志啊。是安怎？敢讲你含志明拢同款的？我应该我这个老爸倒插人。不是啦，爸，你听我讲啦，其实是志明根本就无需要这条钱。无需要？你是讲迄两百万了？其实迄两百万哦，是志明替王浩腾借的。你讲啥？是志明替王浩腾开嘴来甲借钱？哎，这两个交情也是咧变啥物啊？其实前一阵仔，王浩腾有来厝内找志明啊，啊，伊甲志明讲，你拢无爱插伊啊，伊即马剩志明一个兄弟，会当甲伊斗相共，所以伊即马凄惨落魄，拢无想要活，想要甲志明借两百万，讲想要好好做事业，重新徛起。这毋真惊吼，过来一套。爸。其实迄天你带志明去拜祖先的时阵，志明心内真正足欢喜的，伊嘛认为伊就是王家的子孙啊，嘛是因为安尼，所以王浩腾才会讲出遮济歹听话，而且你搁甲伊当作爸仔关系啊，这让志明心内感觉伊对王浩腾真正足袂得过啊。哎，这甲志明一点仔关系都无啦，我辛辛苦苦。娶这王友腾二三十年，刚讲我这做老爸，生活这样，都还没当作爸仔囝关系着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志明心内认为，确实讲也是无义，你搁再去嘛，无可能甲伊当作爸仔囝关系，搁较无可能完全无爱插伊啊。好了爸，你先莫生气啦，坐啦。你坐。其实志明真正足可怜的啦，伊自细汉，因为无爸爸，伊心内哦一直有真切的遗憾。即马足无简单，才甲你相认的。伊想要爱的，只是爸仔囝的感情。即马因为你对王浩腾的态度，让志明感觉伊对浩腾有真深的亏欠，所以才无够我的反对，要来开嘴甲你借钱，佮毋敢互我知影。哎，志明这囡仔真善良，啊，真会晓替别人想。我实在真甘心，但是伊是毋免家己扮演着大责任吗？就是因为安尼啊，伊即摆是真正把王浩腾当作是家己的小弟，伊想要把伊带倒来正道。啊，不过我惊王浩腾毋是安尼想的，安尼就无采志明对伊的用心吗？我真正就烦恼的，所以才想要来甲爸讲这件代志。你免烦恼了，你讲的无唔对，这网友还是唔正经吼。你，爸，啊，不过志明叫我卖甲你讲这件代志，我真正忍袂住啊，所以我今日来讲嘛讲啊。我想志明哦，一定会怪我的啦。你免担心，这代志我会处理。我嘛袂让志明来怪你，我才袂让这王友腾过来利用志明。就当，请问要找倒一个经理？无咧，来一箱哦。怎啊怎啊？叫王友腾出来，完蛋了，要找伊啦。到底干来着？对，爸，我你的代志。对，爸，你后面哪叫我爸？你这个物件了，你别把你赶出来。
就是要让你好好啊，甲你反省。你搁利用志明来甲我骗钱，我唔是利用志明甲你骗钱，是志明借助阿兄的可怜我一个兄弟，甲你甘愿提钱出来甲我斗相共的。你知影志明个性，连我提钱哦，伊都唔肯接受。 就是因为你去找伊，伊卡来找我开嘴。迄嘛是因为你这个作爸爸，无爱插我。我小弟去找阿兄，够唔啥物唔对？你咧欠钱时阵，你就知影志明是你阿兄。欸，你真搞！进前阁叫人使只甲志明卡弄互断咧，你是该当作啥？啊？你甲我听好。 我限你三天内底，两百万减一角银就袂使提还志明。你听无？爸，200万我已经摕来投资这个店了。你即摆要叫我去倒位生一个200万，出来还是要志明啦？爸，你相信我无？我即届真正是要好好做生意的。你好好啊，要做生意，用骗的钱来开酒店，啊？ 我看你是店是要反悔，爸，我真正已经反悔啊！刚才讲开酒店嘛是做正当生意啊，别人做是正当的，你做都唔是啊！你根本都唔知反悔，你看拄则出来迄个表情啊，讲话迄个声音，你哪有咧反悔？你唔通吼，啊，准你爸唔知你咧想啥？ 你著看到志明故意，而利用伊来甲我骗钱，搁咧继续乌白母啊！好，甲咱家家甲我讲，若无我到这你也唔知咧。爸，你相信我好无？我无骗你，这届我是真正认真真正要做生意啊！恁爸绝对袂相信你安全讲出来，好吧？你若真正有心，甲这间店结束起来。 200万提还志明，若无咧，恁爸绝对把这间酒店讲因为。爸，你安尼根本就是要断我的生路，叫我去死嘛！真正把我这个后生啊，是无？莫搁甲恁爸讲遐，该讲的我拢讲过几落十届，你家己好好想咧。我讲话绝对袂收得当的。爸，爸，你听我讲啊。什么？ 爸，爸，看来这届爸真正是心肝俩贪爱，一点机会都莫让我，我是要安怎？山顶这个乌狗爷，伊是无丢的小鸭。 哦，高雄，你高雄咧？谢谢你，多谢。我唔知影讲哦，我这个后生安尼歌声安尼唱来才好。阿爸，应该去参加哦，明日就先啊啦。阿爸，你是钓乐透哦，安那会初去食大餐，佮娶来唱歌？前面在钓乐透，爸是股市钓得赚钱的咧，我唔是咧靠运气的咧。爸是哦投资股票赚的，我哦小可安尼赚一个吼，足简单的，赚十万哦就入手啊。我好等。 你有够厉害啦！刚刚你才知影，啊，你唔是讲恁朋友要来，那个怎样有？我
应该要教啦。我跟你讲，这阿达是我的港铁啦，对我最好的，而且我食饭，所以讲我今日坐来唱歌啦。对，朋友啊，咱两个互相请来唱一首。啊，你唱歌吼，爱人做这热闹。好。阿叔，你来啊，阿伯，阿叔，这温爸啊，嘿。阿伯你好。六。哦，来，还坐下，坐下，麦克，麦克，坐下，嗯，谢谢，阿伯，大家，来，快点，大志，阿伯跟你完全无同款呢，阿哥开始拍呢，哦，听咱阿公你做业务员，阿你讲话足实在呢。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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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今天你要嫁给我？啊？嗯。喂，好，好，好，哎呦，呦，哎呦，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姐姐。嗯，来来来来来。春暖的花开，带走冬天的感伤。寒风吹来浪漫的气息。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，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。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凄寒，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，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，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。听我说，手牵手，跟我一起。还给大志这些的黄小姐跟那吴玉慈的宽容。幸福的生活，昨天已来不及。阿姐早安哦，黄爷够水水啊，阿妈精彩哦，没办法。哦，好听嘞，没办法哦。唱了就好。阮大叔吼，调调调调来啦。哦，啊，这社会讲在安尼行大吼，我就惊讲吼会吃亏啦。啊，所以吼，我在做老爸吼，哇，真烦恼去啦。阿伯，你唔免烦恼啦。你无听人讲，天公疼好人，啊，大叔个人这么好，一定无问题啦。哎呦，什么在变烦恼？就是恁这朋友啊，在个斗三工，啊，在个照顾。我是讲哦，敢若天公疼吼嘛无够啦，我恁哦嘛是爱加减来甲疼一下啊。阿伯，许过客气啊。来，爸，转。哦，今日真多谢你，请我跟我朋友喝酒品酒的。哎呀，三百斤啊，唔知安尼，阿伯阿囝咧讲啥物多谢啦。大志啊，我咧讲哦。啊，不然若要安尼哦，搞小食哦，还是讲要安尼赚大钱，甲爸学，有听无？好。所以爸，我跟你讲过啦，吼。啊，不然若有钱哦，你就摕来给我，放在我家，啊，我给你投资，绝对稳赚大钱的，吼。啊，大波人吼，薪水较歹是无要紧啦。哦，啊，若讲年岁了，我较做淡薄啊，这也无啥物要紧。只要你若是有钱，啊，生意若做了大，对不对？你若教伊查某囡仔吼，拢没有问题啦，伊拢会记哈。嗯，真正哦。嗯。哎，大志啊。啊。看你这个办事，敢那袂输有对象的款哦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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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较加油嘞哈，啊，恁这是我五阿正阳的后生，有听？呵。哎，你弄得啦？姐，你得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厉害呢！伊股票凊彩买一下就赚几啊万呢。哎，唔是啥，迄是哦，较早哦运气歹，起码哦运气当在行哦，钱要跌烂哦，你要甲杀都杀袂出去。我讲，凊彩买啥就赚啥。吴先生，你敢真正知影你今麦是咧创啥啊？
爸，啊，你先按钱条子啊，伊就免烦恼这个月贷款啊。那那还小寡贷款啊，小寡代志尔，我是不爱出手尔。我若是我出一个下手嘞吼，一日就解决了，那有啥问题啦？来来来，这钱哦，提起哦，迄利息先头搭袂啦，哦，卖也是尴尬呢哦，由头夹面安尼啊。这是我投资赚的啦，利息留了未？卖讲啊，定人我这老爸安尼吼，无责任，是感觉嘛，有当时啊偷走去安尼啊，医生管去咧做试验品，做咧白老鼠，这钱是对倒来？咧，我拄啊唔是甲你讲过啊，我投资赚的啊，啊啦，你赚的？系啊，那那本钱？本钱是对倒来？嘿，本钱甲朋友借讲你哪嘞？倒一个朋友？你即摆信用这么歹，谁愿意借钱给你？吼，你搁再去借高利贷啊？吼！哎呦，拜托个啦，我甲迄个高利贷哦，早就无咧来往啊。你放心啦，莫烦恼遐多啦。啊，你做代志拢让人袂放心吗？哦，只爱赚几落万，这个表示你本钱袂少哦。你讲，你到底去甲谁借钱啊？爸，啊，你就直接甲子啊讲，你是甲江医师借的钱就好啊。我是当时去甲迄个江医师借钱啊。我明明就听到你甲江医师借钱20万嘛，对不？你伫倒听到？你是安怎会听到？可能是爸电话接唔到。我咧电话内底听到，伊咧甲江医师谈人家的代志啊。讲啥物啊？爸，你今日我妈我走去找江医师借钱，你安尼以后若是要怎看待我啦？哦，你是安怎拢这么啊自私，拢袂晓顾虑别人啊？哎呦，这小寡代志唔得大代志啊！等你这何必着安尼起遐大声地要怎啦？哦，你搁讲安尼无要无紧哈？你哪会使去共借钱啦？你哦，我哪是去共借钱啦？那是伊哦来跟我投资的哦，啊我嘛甲讲过啊，有赚利润我哪只分给伊呢？这哦总是比遐遐钱哦摕去银行去寄存去生利息，安尼还佫较好咧啊，敢毋是？你可能讲到遐尼轻松哈？你非得你利用我去共借钱，那就是唔对啊。嗯，那啊钱是我借的啊，我负责就好啊嘛。你哪敢安尼执迷不悟啦？你给我俩麻烦，阁不够坐心。哎，嘉欣啊，我是看你安尼一工工唔遐尼艰苦，啊，我是讲啊替你安尼负担淡薄啊，啊，我安尼做你安尼拢未了解我这做老爸的心情。借口拢是借口，你若真正知影我辛苦，你真正有咧替我设想，你是哪一届阁一届了遐尼侪麻烦爱我来担？你啥拢未顾虑到我的感受？你安尼。你安尼叫我以后是要怎面对江医师？你放心啊，你只是放心去面对啦。哎，江医师吼钱借我，因为啊安尼足欢喜的，痛甲咧。啊，你到底是咧有咪讲啥啊？有影咧。这钱我摆定，你紧摕去害了江医师。嗯。啊，等一次，啊，我都已经股票买落去啊，我即摆哪有迄个现金头我去害伊啦？我唔管啦，你去把股票卖掉，随个钱去害江医师。你讲的啥话啊？啊！我买了，今仔日买了，迄收盘的时阵就已经跌停板啊！我即摆买了，我就了事。你不是讲你有赚钱？赚钱是昨个代志啊，昨买啊，开盘就起起，我就去现甲买去现赚啊！啊，今仔日就已经哦跌停啊，我搁买，我唔了。好，我无想要搁听你解说啊！我看你永远哦，只有了的命啊！我无得跟你说啊！姐。爸，歹势啦，我唔知啊。啊，我紧啊，恁大姊就这性格啦，怪事啊。听讲哦，还阁过偌久，电话阁要起啊！
热天还袂到，到时真正热天，唔知要安怎吼。哦。有成。哥。王有成。老嫂。你干嘛到底创啥？啊，唔爱起来嘛。来，你来，你来坐。有成，你来坐是有什么代志啊？哥，这件代志你一定要跟我斗相共啊。安怎？啊，看你安尼真着急，什么代志啊？霸都姐有来过我的酒店，伊什么代志拢知影。静静，什么代志都是恁爸在替你想啥？今嘛你搁找志明来替你讲话？你敢有想要好好做人吼？爸，我这届真正是想要好好做代志，啊，不过你拢唔肯相信我，所以我才会去找哥，拜托哥来替我家己求情。爸，我知影这件代志是我做唔对啊，啊，不过我嘛是无法度才会安尼做啊。爸，我拜托你，你这届原谅我，给我这届机会好不好？爸，这件代志哦，是我骗你的啦，和有腾无关系。你要怪哦，怪我就好，吼，怪我就好啊。你若无去找，啊，你哪会骗我？有腾在外口才落骗，啊，无亲人啊，来找我这个阿兄真正常嘛。你之前不是常常讲，你看我两个兄弟好好，给伊一次机会啊，好不？我无好机会啦，我给伊偌济届，叫伊家己讲，200万摕去嘛是搁开个酒店呢，伊敢有咧悔改上？志明，我赶药堂出去，含你一点仔都关系，你也无需要吼，感觉你会欠伊啥物？爸，我知影做酒店无好，啊，不过我敢会晓做这行啊，要做别行。我阁无经验，阿哥爸，你放心，这届我一定会好好做，绝对袂后悔来。爸，迄钱的部分哦，你免烦恼啦，你放心，我替你顾好掉的啦。我相信哦，有腾哦，这届哦，一定创一番事业，吼。爸，你阁给我一摆机会，这摆我一定会做给你看，好不？你若要好好做人，迄天这对的我也唔知影。爸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做到到的。哥，哥，你紧替我甲爸讲，叫伊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做到到的。爸，不管哪讲哦，有腾是你后生嘛，伊都已经答应你啊，伊会好好做，你着相信伊嘛，给伊一摆机会啊。啊，看卖伊要安怎做嘛，好无啦？爸，哥拢愿意相信我，是安怎你无愿意给我一摆机会啦？恁哥个相信你，因为伊心软，有兄弟情。搁再讲，我这做老爸，心我嘛不是这样嘞，是安怎？因为你给我切心切落底去，自细汉。我著疼你，啊，著保护你，啥物有互你可以欠过？无嘛！你安尼无东无西，我即嘛，我讲，好啦，迄200万哦，算我阁互你一个创业机会啦。从今以后，恁爸含你一点仔关系都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给你看。好了，我已经答应你了，你会使走。爸，让伊留等厝的就好啊啦，好不？吼，无要紧啦，留等厝的啦。
爸，虽然你嘴无讲哦，但是我知影，你把药汤灌出去，你的心嘛就疼。好啊，你已经达成你的目的了，你现在先出去。爸，出去。出来，我知影，你的心明明就无想要甲药汤挂出去，你何必变安尼做？麦哥讲，我心内想啥不重要，我可能希望伊会当亲像一个查甫囝，照讲照做，好好啊做，甲老邓来这间厝。这是我想过的，你知影？我知道你工课就无闲的，啊下班了，哥你来接等我。这不要紧啦，我是感觉吼，你拄啊电话中口气甲平常时无啥同款，是发生什么代志是无？敢有需要我甲你斗三工？哎，你已经甲我斗三工足济啊，连无需要斗三工，你嘛斗三工啊。我今仔约你出来，是想要甲你回信的啊，真就歹势。嘉欣啊，我拜托你别安尼啦，是不是哦？我定去找你，造成你的困扰，安尼是我唔对啦，应该回信的人是我，歹势。哎呦，唔是你啦，是阮爸啦。啊，恁爸？我真正唔知影，阮爸私底下走去找你借钱，我若知影，我一定会甲伊动的，我绝对袂阮爸去找你惹麻烦的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俩准有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。这代志可无够大哦！咱两个才见过几摆面，我爸就走去找你借钱呢。我妈真正足过分的。嘉欣啊，我一直把你当作朋友，你若安尼讲哦，都伤生分啦，无这么严重啦。哈，你可无够严重！二十万呢？歹势啊，我这么手头无遐尼侪钱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赶紧想办法，紧把钱还给你的。你无需要着急啦，我即马吼用袂着迄块钱啦，顶多我感觉是你啦。你无需要为着趁钱，搁去做迄款伤害家己身体的代志。袂用的啦，这钱欠你愈久，我就感觉对你愈歹势。为着避免阮爸搁利用我的关系去找你揩油，我看咱是莫搁见面，莫搁联络啊，安尼阮爸才袂搁去找你的麻烦。嘉欣啊，你放心嘛，我袂因为恁爸爸就感觉麻烦。咱阮无输。江医师，我知影你是一个好人，所以我更加袂当害你。你放较轻松个啦，借钱予恁爸爸，嘛是我家己欢喜甘愿的。你莫搁替阮爸讲话啊，好不好？你根本就无了解伊。这种代志哦，有头一届就会有第二届。你只要借一届钱，以后甚物代志都拢会找你啊。啊，是毋是要搁继续借钱予伊？我家己有责任啦，你免替我烦恼啦。我看你这么急，这么气哦，应该是我唔对啦，因为我无甲你拍招呼，就提醒予恁爸爸，我甲你解释咧，解释咧。你这人真正足奇怪呢，明明就是我唔对，你是安怎硬要讲是你家己唔对？因为借钱的代志，我冇责任嘛，
你不能完全怪林爸爸吧？真是你到底是安怎要对我这么好啊？你根本就无需要安尼做啊！你讲了无唔对啦，我是无需要啦。我是希望讲哦，会当替你加做些代志，会当跟你斗三工啦。因为我就介意你。你莫阁讲这种话啊，好不好？嘉欣啊，我介意你的个性，我介意你的笑容，我……你介意啥？我无家世背景，我这个人无温柔，我脾气足大呢。而且我身材嘛无好，我嘛袂足岁啊。阮厝诶，阁有一大堆诶负债，我阁有一个小弟，我爸爸爱照顾。跟我做伙的人拢是咧找麻烦，你知影无？天下间哪有遐尼戆的人想要介意我？我就是迄个人。我特别介意你，你的坦白，你的直接，你知影无？咱第一次见面，我就有一款无同款的感觉。我讲的话你是听不信？你是一个大病院的主任医师，你的条件遐尼好，你要爱什么款的查某囡仔无？你会介意我？你莫阁创滴我好不好？嘉欣啊，啊若要论背景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尔，我即马无住豪宅啊，也毋是开什么好车，啊若讲个性哦，我毋知影什么叫浪漫。也不知道怎麼讓查某囡仔歡喜，說年紀我大你這麼多，除了朋友來受的工作，我根本就是一個生活白痴，我什麼事都有可能做不對，就像這次救生的事，就不過這麼大的風波，我任何事都會做不對，我真是沒人介意。嘉欣啊，我說到這麼多，那是希望你会当了解我，过去我无机会讲我的心内话，即马拄到你，我会当讲啊，我是足欢喜的。还是啦，我唔是要给你压力啦。即马你变好大，不要紧，我只要会当跟即马同款，继续可以做朋友，我就真欢喜啊。我先来走。奇怪，草群的钱一向拢是我伫咧处理的，伊是啥物时阵汇出一笔200,000的钱出去，我奈拢唔知影。正阳，啊，这人是啥啊？草群哪会这么啊多钱给伊嘞？张妈妈，张医师过来看诊，你在家稍等一下。啊，好，多谢，不用坐你哈。
是迄个吴小姐的资料啊。吴正阳，啊，这不是草裙花二十万给伊迄个人？啊，竟然是吴小姐的爸爸！想袂到伊甲草裙还袂正式交往，就开始已经咧设计啊！啊，我请问你吼，这个病院吼咧试药啊，这人？是拢在创啥物啊？啊，都试用一寡临床试验药的人啊。哦，有这种人哦。有啊，新药品一定爱试用无问题，才会用别人用啊。哦，啊，那先讲起来，唔着讲，万一试药这人也是沾着药啊，安尼是唔着真危险咯。啊，对因的身体嘛损害足大，是无？是啊。啊，不过因提钱嘛真悬啊。安尼先看起来，这个吴小姐真少真欠钱，伊一直咧吃药啊，身体内应该偌侪问题，这款查某囡仔操心面，哪用咧撮伊的啦？再也不可能